妈跟你们讲一件事。怎样嘛？什么事？我怀孕了。啊，真的？啊，多大了？你验了吗？验了、啊。你验尿吗？有去验吗？自己用验孕棒验出来啊，去医生那里还没看到，但是就是有验到。验孕棒验就是有了啦。问到你们很高兴。有啊，可是他现在就还不相信。第一胎嘛，啊，验到验有就是有了，我以前就是这样啦。你说怀我的时候，嗯，我爸还不相信，还跑去药房问呢、欸。爸，真的、哦？超好笑的。反正你觉得都没关系啦，健康最重要啦。嗯，没有那么在意，以前是农业时代，你要难得要工作啊，现在工业时代哪有在分那个男生？啊，开心吗？有啊。你那个走路不要边走边讲电话，边看手机。小心一点，好吧。希望平安健康顺利啦。对啊，就平安就好，平安最重要啦。对、啊，健康最重要啦。开不开心？开心啊，当然开心啊，怎么不开心？做阿嬷啦，阿爸爸做阿公啦，妹妹做姑姑啦。喂，嗨，第一次跟你讲视讯电话。对，从来没有讲过视讯。对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讲。就是我怀孕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是整人期妈妈？不是，是真的。不是，真的假的？超级开心。大开心，但我现在手拿着手机，所以没办法鼓掌。应该努力蛮久了吧？嗯，一段时间了。我跟我老公前几天去妇产科，已经听到小朋友的心跳了。还有超感动的吗？嗯，就文当就直接哭了。假的，好可爱、喔、对啊！我是那时候隐形眼镜破掉，所以什么都看不到。你是眼睛痛到哭？对，恭喜，大恭喜！谢谢，希望小孩子顺顺利利、健健康康的出生。真的，小孩非常健康最重要。あたし皆様に言いたいことあります。あの、私妊娠し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。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どうぞ。マジ？そうそうそう。マジマジ。マジ？マジで。え、お母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。なんか感動して涙が出そうに。なんでしまったよ。よかった。なんでしまったよ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。好，你看，我怀孕了！哇，恭喜！真的吗？真的，超开心的，两条线。哎，我觉得超开心，你知道我看到的时候觉得整个不敢相信哎。哎，那个什么好运也是不是很强？对呀、啊，超开心的。哎，很棒哎，而且你看平常心是不是比较，人家不都这样说？对对对。コティ。嗨。怪我してます。ここ縫ってるの今。マンゴーを切ってたら。え、気をつけて。このままピョンって切って、肉がベロンってなって。めっちゃやばいじゃん。失礼しました。私も発表があるよ。何？私妊娠しました。おめで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いつ？2ヶ月ちょっと。やばい。めっちゃ鳥肌立った。だから最近体調悪いからあまり遠いところ行けないの。どういうことか。そう、私めっちゃ断ってたの。コティはちょっとそこ遠いかな、ちょっと無理かなって。そうだわ。え、おめでとう。いや、ありがとう。ちょっと泣きそう。ありがとう、嬉しい。おめでとう。ずっと欲しかったから。そうそう、ずっとね、聞いてたからさ。よかったね。おめで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泣きそうなんだけど、本当に。ありがとう。もう私も泣きそう。やばい。私も泣きそう。泣きそうですよ。よかったね。ありがとう。危ない。もう私ももらい泣きしちゃう。だってなんかさ、ずっと結構前からさ、聞いてたからさ、本当に嬉しい。ありがとう。変じゃない？なんかごめん、体調悪いからちょっとそこまでいけないわ。いろいろ考えたよ。体調悪いって言われたから、え、なんかあったのかな、怪我したのかなとか、なんか本当に体調悪いのかなとか。よかった。
ありがとう。嬉しい報告でよかった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给你看。我怀孕了。我是要跟你讲这个。我哭哎。谢谢。很夸张。对，因为我本来骗鱼丸说我是有朋友要结婚，我还想要补唇膏呢。那我还说我朋友的女朋友很喜欢你，所以想要请你帮我录一段话。我觉得我真心有灵犀一点通哎，这个前一秒他就说你现在好幸福，我说你有宝宝我们就可以更幸福，我还讲这句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我也不能说我在努力，就想说我有，今天就是要跟你讲这件事情。哦天哪！而且已经听到心跳声了。哦天哪！我就想说，我一定要跟你讲。天哪！哦天哪！好晕哦！看眼泪也好大滴。对，我一直是滴眼泪。哦天哪！我真的好开心，好为你开心。因为鱼丸真的是。一直陪伴我，然后在我觉得很脆弱的时候，对，我刚才问他你检查了吗？对，然后我想说啊，我还说还没，就是很关心他，就是因为我有朋友不孕，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试没有成功，就是要赶快去检查，就是不要拖这时间，然后有什么任何那个话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就是帮助你啊，就是可以上网查，或者是给你一些力量跟一些就是啊，恭喜你。谢谢，谢谢你，好开心，我终于清醒了一点了。他刚才也是头超晕的，对，而且跟大家说，其实就是因为我初期蛮不舒服的，然后鱼丸就各种约我，然后我就一直找理由拒绝他，然后他就很难过，就一直传那个哭泣的那个贴图给我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还不能告诉他，一定要。谢谢，恭喜你！听到心跳，我老公去妇产科听到心跳，他还哭了。我懂，我第一次听到心跳也有哭。天哪，你老公哭得太可爱了，我的天哪，他超感动的。好感动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是忍不住直接哭。而且我大概问他几百万次，对，你怀孕了没？鱼丸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当妈妈头吗？快点，快点！刚才我跟鱼丸先去吃饭，我就一直不能讲。然后就一直憋着，可是我超想讲，对，而且上次也是吃那个北东他们，对，我上次跟你讲我怀孕的时候，我也是在吃越南菜，我们在下美泽吃越南菜，一模一样的，对，而且都是吃拿妈佛，吃拿妈佛绝对会怀孕，就吃拿妈佛的时候，就是你的朋友要告诉你她怀孕的时候了，真的，谢谢，太巧了吧，真的超开心的，恭喜，谢谢你。好，我的木头 Toki， 真的有宝宝哎！希望宝宝可以跟 Toki 当好朋友。真的，希望能够就是最重要就是可以健康健康的生下他。现在在下赌盘，他们猜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我赌男生。好，我们就 OK， 以此为证。好。对，我赌男生。丘比赌女生，输的人呢，请对方的一伙人吃九九哎或六条仙。恭喜，谢谢。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。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。